所有的 ICON 的朋友好，我是关之琳，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。最近我在忙自己的品牌，我出了一个睡衣风的系列。我觉得睡衣对一个女人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平时就说我们上街上班，我们都会打扮的非常标准，但是问题是回到家里去放松了，没有打扮的时候，在家里对着你的先生或者你男朋友或者你的伴侣，你要有一个给他一个很舒服、那个很吸引的一个感觉。这个是我的想法啊，所以我就有这个 idea， 开始就把我的生活的所有东西都搬到我的这个 Rosemary Hotel。